逃跑，它也不是兔子。上次是2012年，就是2年前，来的，就在那个外面的舞台上面演出的之前，还记得，也是村长上去咣咣咣敲钟，时间过得真快，然后一转眼就是从外边移到了里边，从热闹转为了安静，从。那种感觉转到了这种感觉，就像我以前就是那么认为，就是有兔子有狐狸，然后兔子远远要玩我夹着尾巴逃跑了，就是那么一个感受。安静会儿，不行，我得先唱第二张专辑。太安静了，我不好意思打搅大家了，把自己弄得非常尴尬。我就是，你知道那种就是。不是那个热脸贴了什么冷屁股，是那个意思，是就是觉得就好像不合时宜一样，就是你在干一件不得体的事儿一样。我觉得这个环境，还是先唱第二张吧。其中有一首歌就叫《陀螺》。
在阳光灿烂的一天，你用手捂着你的脸，对我说你很疲倦。你扔下手中的道具，开始咒骂这场游戏，说你一直想放弃，但不能停止转，高高的举起你的月，转，轻轻的闭上我的眼。专辑过后并没有带来那种梦想实现了后的那种满足和甚至是有些失落，是因为觉得并不太满意就是录出来的成品，所以就很快就投入到了第二个烦恼，就是没想明白怎么回事，然后就一头就扎了进去。就正好这时候，因为第一个烦恼也确实带给了后我一些另外的烦恼，就是本来没有的烦恼，比如酒。然后我们聚会，朋友们聚会，然后就会喝酒，就会有新的话题，比如这一次就是电脑突然闯进了我的生活，然后我就在这跟朋友们讲，我说第一张录的不好，听说电脑这个东西特别厉害，就是它可以就是来完成解决我上一个烦恼，遗憾。对，我在跟朋友们在交流的时候，就是在介绍的时候，就顺手就是借着酒，我们就着酒在，我说这个东西太厉害了，对着它录下来，然后就可以发行，就不用是以前的录音棚了。整个那段时期我都特别迷恋那个东西，然后就花了不少时间来学这个东西，然后就展示，跟他们展示炫耀。